们说我爱你是真的吗？不够不够。怎么了？你们后面是怎么了？前面在我爱你，他们这边好像是怎么一回事？他们不能爱我吗？然后唱首歌啊，这首歌是一个也是你很经典的歌，这样有机会你们应该也听得到。然后今天改版，但是因为很多歌就是 RIP 之类的那种的，都不知道怎么命名比较好，因为都很像的。我就用他最前面的那三个字帮他命名，这首歌叫《纳鲁湾》。
先介绍一下杰杰，他是跟他认识超过十年了，在我还没有红之前，哦，他已经在原住民电视台已经是八点打给我最红的主持人，是原住民电视台收视率最高原住民的一杰。然后那时候还没有红嘛，打电话给姐姐，跟她聊完天之后，最后一句都会给她讲说：“姐，可不可以给我通告？我想上电视。”然后姐姐都会给我很奇怪的安排这样。我还去她的节目里面做工地秀，工地秀是不是秀？对啊，我去当工人没有这么时尚，姐。而且我曾经主持过什么这样的节目，什么病都来过。比如说我主持过医疗的节目，什么病就代表一个病患的。我们这种人很少啦。我说什么病哦，我今天然后要讲的是，你还记得是什么吗？还有什么病？什么？我说你来，我说姐姐，我要讲，我要去干嘛呢？我就你去上通告就对了。说就他来的时候是当病患。忘记什么病了，反正都是那种看不到的。反正不是割包。对，不是。快我婴儿的时候就割过了。可是其实那个俗病其实真的是每一步走来，它都是我们很多歌手们的那个叫什么肩膀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那么不怕死？没有，但是却赢得所有的喝彩。我今天看到这个场面，我真的只能说，说不定你红了。他其实也要讲一下，阿洛姐姐她也很认真，然后因为我不怕死，她是第一个跟我一起死的，她说她跟我一起不怕死这样，然后她也很勇敢的，今年在七月的时候很勇敢、很用力的，在发生很多事情的情况之下，发了她人生第一张全母语的 EP。对啊。就跟你讲说，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是记得我是在那个一家小小的泡沫红茶店，我们在聊天，我说俗命，我们出母语这样会有人忙吗？要结果真的，其实真的就是卖得很好，所以我们就是每次我都会在演唱的舞台当中，我每次如果我觉得一点点挫折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俗命，因为我想说反正有人陪我玩，做一个不怕死的工作。后来我就发现说，我们真的不要在乎这个市场上怎么样去决定，而是特别一拼啊！有没有兄弟耶？是不是很正啊？那一张，那张是我哈。安琪丽娜·裘丽那一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掌声加接下来，我们欢迎原住民界的安琼丽娜·裘丽。安琼。